是牛明辉。淡水溪流过山脚，风吹着山石甲树林，徛远看，怀疑是荷兰也千国车的地图。庙的坎道，差十二里头边，五分钟。敢是淡水人的农具，武器也制刀，伊是拼强兵，低头动大嘴，眼前洗过阿波龙，拖过庄台，因是准高主，因为地产加价。土地活脉，有时温泉清泡，有时流花乌大红，滚滚五大海，写出千年悠长的传奇。我刚是刚开始听到这一则神话故事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这一则小童话故事非常的，因为它里面包含了我们整个淡水溪的大水的记忆在里面，还包含了淡水溪两边所信仰的不同神明，它都把它融入在里面。我就开始去想象，想象说，哎，以前这个故事在发生的时候，这个地景是怎么样？那时候我又跑到鲤鱼山的上面去看。然后往下一看，看到哇，底下那个溪底很宽阔，那溪已经退到很远的地方去了。现在还有堤防，可是你再到山顶上面去的话，堤防还是挡不住，堤防还是比山还低。我心里面这样说，就开始浮现一张荷兰的地图出来，然后我就想说，哎，我应该可以从这个地方开始写。飞越文学地景，看见屏东鲤鱼山之美。